司機，咦，點解廟前會有一對靚女做啲咁嘅表演嘅？咁啊，司機就答我啦，佢話：哦，因為我哋拜嘅係濟公啊嘛，因為濟公不近女色嘅咯。佢冇再答我啦，咁即係點啊？或者遊輪啦，上次我去過印尼嘅 Club Med， 仲有嗰間海底撈咁樣樣。我發現每一位員工都會有超過一個嘅角色身份。究竟我哋得閒咪要學多啲嘢，準備自己公司年底搞聖誕 party、搞過年嘅時候，都要做翻啲娛慶嘅節目表演下咁呢？Oh, 안나나 시안나
李三看的就是这个嘛，茶园。对，不看日出就是看茶。被这片云遮住了，要不然你看过去都是云海。嗯，过去都是云海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夕阳。啊。夕阳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面都是彩霞。都是彩霞，怎么漂亮？彩霞。云是彩色的。嗯。哦。彩霞。漂亮哦。几点钟可以大概出发？四五点。早上、啊。洞顶乌龙茶就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们来补用台跟你玩。哦，你要选什么？其实洞顶只是一个品种。不是，就是这样子叫洞顶。哦，不是这样叫洞顶，是它是一个品种。